军营，这个你们叫什么？马扎，马扎，马扎，马扎可以吃吗？昆虫吗？你听起来那是蚂蚱。蚂蚱。蚂蚱，蚂蚱，蚂蚱，蚂蚱。我们也要板凳，当兵都要背在身上。Oh. 然后班长叫你制板，制板，制板凳。化解。没事，不要老是班长上身好不好？我会怕。冰棍啊，冰棒，轮子啊，轮子也叫，但是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咕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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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。对，咕噜咕噜也可以是动词，就比如一个球从这边滚到那边，就可以是把它咕噜过去。可是我们肚子饿是咕噜咕噜咕噜。那是另两个字，咕噜咕噜，轮子就是像那些行李箱啊，我们也叫拉杆箱。上边就是搭飞机在第几航下是吗？航下我们说航站楼，航站楼，对对对，第一航站楼，第二航站楼，这样为什么不说航站就好，还要多个楼？它是一栋楼，航站楼，航站楼，航站楼，好，就是你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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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尾鱼，金枪鱼，黑尾鱼，台湾就是最有名。嗯，尾鱼，三文鱼，挖虎刀，剃须刀，剃须刀，胡须的须。可剃须刀如果没有看字，不知道剃剃哪里。须还能是哪里呀、啊？胡须啊，不然嘞。然后这种衣服你们叫帽 T 啊。卫衣，卫衣，卫衣，怎么感觉是穿在里面的那种？那是秋衣。内衣、秋衣，那是这种叫卫衣。我们穿在里面，那叫卫生衣。你们的卫生衣应该是我们的秋衣。哇，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你们这些管什么薯片呐、啊，或者其他那些小零食，全部都叫饼干呢。对啊，饼干。饼干，我们就是那种 cookie， 就是像是什么曲奇饼干呐、啊，或者是就是烘焙过的那种。哦。你们叫饼干，就我们叫膨化食品啊，或者小零食啊，零食之类的。膨化食品。膨化食品。听起来好化学，好像不能吃。杂货店，小卖部，小卖部，就是那种开在巷口或者是学校门口的很多的那种，就叫小卖部。杂货店，然后我们台语说干妈店，干妈店，干妈店，干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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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店，干妈的店，干妈店，干妈店，不是干妈嘎，干妈嘎是什么？那个沥青，干妈店是杂货店，干妈嘎，干妈嘎。干妈嘎，干妈嘎，干妈嗲，干妈嗲，干妈嘎，两条卡。Nike， 耐克，我说耐克，耐克，对对对 ，Adidas， 阿迪达斯。你们都直接翻了。Puma， 你们叫什么？破。破马，我们是彪马。Kappa， 我们都叫背靠背。靠，不是，背靠背。背靠。对，这不是他们两个不是背靠背吗？但是是民间的说法叫背靠背。民间那阴间的说法，阴间怎么说？不是，官方的翻译是卡帕。Reebok。Reebok。Reebok 不是喝的那个吗 ？Reebok。我都念 Reebok， 大家中文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我小时候都穿这个牌子。哦。Fila。我们叫斐乐。不叫肥拉。不是肥了。哦，肥了，肥了。New Balance。这个。我们也叫 New Balance， 但是也有人叫它新百伦。这个有还有一点故事，就是什么是叫侵权什么七八糟的。Skechers。这个叫什么斯凯奇？对啊，斯凯。Converse。匡威，但我们也叫 Converse。只买过一次就不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底板太硬了，我穿不习惯。我还挺喜欢这个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我没见过哎。亚瑟士。亚瑟士。亚瑟士嘛，亚瑟士，亚瑟士士。Vans。哦 ，Vans， 我们官方翻译是范斯。范斯。范斯，对。Timberland， 天伯兰。T 不烂了，很耐穿。哦，对对。Outlets。我们叫奥特莱斯。又要每个音都念出来。对对对，但是也可以简称，就叫奥莱。奥莱啊。